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学会打架了？你还是个博士呢，你跟街边小流氓有什么区别？说，为什么打架？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！这事儿您得问赵英男去。赵英男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你得去跟李大川道歉，凭什么呀？我操，他们俩在医院都他妈那样了，都哪样了？都，他们都快亲上了，都那样，我真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真的，我他妈想想我都恶心呢。你还乐什么呀？你现在脑袋里好像住了一千 cc 泔水，什么词儿住啊？张阳南一个激将法就把你智商给弄残了。 我跟你说，你们千万别被赵英男那一本正经的外表给蒙蔽了，他和李大川百分之百有事儿，真的，而且见不得人，肯定没事儿，肯定有。我操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你怎么就信了呢？行，你们俩歇了吧啊！别跟这傻逼逼逼了。我问问你，你当时跪在这儿给那个赵英男送那个素圈，你还记着吗？ 人赵阳南还给你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你呀，赶紧去那个叫什么倒霉的什么川，给人赔个礼道个歉，真诚点儿，不然你莫名其妙的哪天说不定就被学校开除了，到时候我们还得凑份子钱给你开欢送会。嗯？醍醐灌顶了吧？ 得，我回去，我再劝劝这几驴，我给丫这驴头好好放放水。走吧。哎，你现在不是找我喝酒吗？喝他妈什么酒？喝酒！走走走走走。不是，肉龙还没上呢，还他妈有脸吃？我看你他妈像肉龙。吃酒方便。来，白啊。嗯。 晚上跟我一块儿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倒霉的什么川吧，哪儿让你上好的酒？为什么？你去不去吧？好，好，好。皇上不急太监急啊。哟，小白，你的中文水平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。老师好。学生你也好。<笑> 赵一楠，看好了啊！你给我看好了，我。一楠。 还没回家，主任，坐坐坐坐。秋水这小子，打小就不让人省心，要毕业了，要毕业了，又给自己弄了个严重警告。你说好好的一对儿，一毕业就可以结婚了，这事儿怎么就弄成这样了？你知道我现在特想干什么吗？我特想抽那小子一巴掌。 别说了，主任，我要说。还有你，你说你平时稳稳当当的，你怎么就弄了个新男朋友，在他眼皮底下恶心他呢？那不是我男朋友，什么意思？
我一气求谁的？你想让他回心转意？感情这事儿吧，随缘，强求不得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再忙也没用。 我把话搁这儿，这小子离开了你，后边有的是麻烦等着他呢。想开点吧，英楠，别委屈自己。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话，尽管来找我。回去休息吧。 留校查看处分，记大过也不行。这个报道本身就是错误的。首先，这个李大川不是来咱们仁和治病的患者；其次，李大川以极不光彩的方式卷入了咱们学生的情感纠葛。哎，我没到他们编辑部找他们算账就算仁义的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堂堂仁和医学院还要被一个哗众取宠、毫无职业道德的三流小报绑架呀？对。 这就是我的态度，最多了给一个警告处分，象征性的停止实习医生留院查看一周。我没护犊子，哎，再说了，这年轻人打架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这不证明他们更有血性吗？对对对，以后注意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要打那个欠打的，等脱了白大褂再打。 好，谢谢院长。进去啊！我进去说什么呀？道歉，就这么简单。 必要时呢，可以适度的牺牲一点色相。牺牲色相？怎么牺牲啊？赵一楠，你能拿出一点点你当年的智慧和勇气吗？啊！我现在脑子已经乱成一团浆糊了，此刻的我智商为零。我的话你不听啊？怨谁呢？ 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别走，别走！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有本事自己做，有本事自己收拾去。 没事吧？我这样像没事的吗？那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呼吸困难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晕。可能是躺时间太长了。坐下来。现在呢？ 有没有好点儿？刚晕了。
英男，你别哭啊！我没想到事情会到现在这个地步。确实失控了。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说了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我尽力。英男，我想对你说，我你渴了吧？喝点水。小心烫。英男，你别忙啊，我想对你说。吃苹果。我不吃苹果。吃罐头。我不吃罐头。我再给你买点橘子去啊。楠楠，你转过来。你能不能过来？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？大川，你要是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除非你嫁给我，要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。吓到你了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你放心，除了刚刚那条，我会做我该做的一切，我发誓。你是不是还爱着秋水？我也多余问，傻子弱智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为了他简直要疯了。这个物归原主吧。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挺荒唐的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刀，怎么在这儿罚站呢？等张一楠呢？张一楠不会再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？让你在这儿给他站岗。你来干嘛？我陪小红来的。小红，我们进去吧。等会儿。张一楠和李大川在里边，所以让你在这儿给他站岗了。孟芳，也许是我想多了，但这谁又说得准呢？我们就等等呗，对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是。我们总得让人把事儿办完了，咱们再进去，最起码是礼貌，对不对？我是说办正事儿，是不是？啊。都是成年人了，嗯，还行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啊。哎，听说你把那小编辑给搞定了。你看这姿势，哎呦，他是不是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？是不是不知好歹？是，你是不是发现他最近神经兮兮的？哟，对，跟你以前一样。怎么可能？走，进去干正事儿，好好演啊。嗯，跟昨儿排练的一样。嗯，走。请问，您是李大川先生吗？你是？我是秋水的同学。还别说，秋水班的女孩都这么漂亮。啊，这也是秋水的同学。嗨。秋水怎么没来？忙，特别忙。他特意千叮咛万嘱咐我们，一定要来看看您。哦。这是秋水给您买的酒，还有水果。
你们坐。不麻烦了，不坐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给您削个苹果。我不吃苹果。哦，不吃苹果，不吃，对不起。皇上不来啊？我们俩太监来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对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不能说这么粗鲁的话。哪里哪里，李大川先生，在这里我仅代表秋水同学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与歉意。小白，开始吧。啊？鞠躬，向李大川先生鞠躬。Why？ 就把他当成是我。好吧。李大川先生，您坐好了，我给您鞠躬了。停！我不接受。哎，李大川先生，我跟您说啊，我是医生，我特别有经验。这个老躺着容易把你的心情搞坏。来，我扶您，您慢慢坐起来。哎哎哎，是不是立马觉得感觉好些了呢？你们为什么都要强迫我？为什么都让我说好些了？我没好，我晕，我还晕。您再坚持五秒钟，我代替秋水给您鞠躬了。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停。四鞠，遗体告别呢。我出我洋相呢？不不不不，绝对没这个意思，您彻底误会了。他是美国人，他还不太懂咱们中国的礼仪。他是留学生。美国人？对。你们也是用心良苦。秋水有你们这样的同学，真的是走了狗屎运。不像我上大学那会儿，那帮孙子。跑题了。其实我和秋水，也不应该走到今天这种地步。谁说不是呢？李大川先生，您想想，您要是不抢秋水同学的女朋友，秋水绝对是一个值得您交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还没有和赵永南发生什么。你说什么来着？哦，你说对，你赢了。OK。什么？啊？没有，李大川先生，秋水同学其实非常仰慕您的才华。经常不由自主就脱口而出说：“李大川先生简直就是才华横溢呀！”还有四个字，打雷下雨。啊，不对，如来，如雷，如雷贯耳。对，如雷贯耳，我记住了。秋水真是这么说的。李大川先生，您不知道，平时啊，我们工作学习都特别忙。没有多余的时间，我们啊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对文学和诗集的见解。秋水同学经常不由自主地感叹说，李大川先生真是一个不可多得、特立独行、高屋建瓴、难得一见的人才。你想啊，秋水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我是反正从来没有发现过他这么发自内心地去夸赞一个人。秋水真是这么说的，秋水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啊！不但秋水这么认为，我们都这么认为，都是发自内心的这么认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好好跟你们讲一讲。坐。我提醒你啊，该调整调整。怎么调整？投降吗？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我现在必须认真清楚地告诉你，你现在正在一列脱轨的列车上，前面是万丈深渊，你要是再不跳下去，你会粉身碎骨的。用不着这么危言耸听。赵一楠，我鄙视你，你还能有一点起码的理智吗？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放弃。放弃？我的初吻、初恋、初夜，
过七年的时光，女人最美的年华就这么白白的葬送了。那事实呢？你不是正在一天天的葬送吗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给不了你任何答案，我只能提醒你，让你的认知重新回到你的大脑里面，去认真思考你的未来。你也没有主意了，是不是？我和你一样，大家都只谈过一次恋爱。但万幸的是，心仪不是秋水，而我和心仪之间也没有小红。你说对了，我跟秋水能闹成今天这个地步，始作俑者就是小红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勇气承认，你夹在了秋水和小红之间，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放弃吧，好吗？你这么做，你毁了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才25岁，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失败不怕，从头再来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一切改变都还来得及，对吧？想哭就哭吧。别憋着，想哭就哭吧。站住！站住！还叫呢？我去找李大川了。你找他干嘛去了？我敢肯定的跟你说，李大川与赵英男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你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了。还有就是，你跟赵英男具体怎么发展，以后怎么发展都不关我的事儿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你要跟我保证，你绝对不要被学校给开了。那就知道了。你去跟那个倒霉的李大川给人道个歉，赔个不是。为了你，老娘赔了半天笑脸。小歪把他最好的那瓶威士忌都给进贡了，在你的淫威之下吧？乱讲，是情谊深似海。下了，听不见。听不见和没听到有什么区别吗？削个苹果吧，大川。赵英男，你不要再跟我这么絮叨了。我跟秋水就差那么一口气。什么气啊？他必须亲自过来跟我道歉。他要是个男人，就不能缩头当甲鱼。你先好好休息啊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对不起啊，大川。您终于亲自来了。您先坐起来，我是医生，听我的没错，您老这么躺着会把自己的心情搞坏的。来，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好多了？李大川先生，我跟您说啊，我是医生，我特别有经验，这个老躺着
容易把你的心情搞坏。来。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好多了？哎，是不是立马觉得感觉好些了呢？秋水，我怀疑你。哎，我是真心的，我真的是真心的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圆是苍白的，行动才有力量啊。那你坐好了。你再坐。我呢，我给你鞠一躬啊。哎，停！李大川先生，您坐好了，我给您鞠躬了。你他妈是不是在背后捣鬼呢？我捣什么鬼？你说的话，做的动作，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赵英男、小红也是这么说，这么做的。哦，那我们同学感情好，四海深吗？坐吧。其实吧，这事也不能全赖你，也怪我下盘不稳。你说我挨那一拳之后，要能站得稳，我也不会从楼梯上飞出去。我。哎，楼梯材料可真硬哎，尤其是冬天。哎，你说那个时候的王府用料真的是一等一的好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咱不聊用料了啊。那什么，我就是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我做的不对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这样，你记住了，以后你要是落下什么后遗症的话，我秋水绝对对你负责啊。这句话赵英男也说过。大川，你要是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秋水啊。你可把赵英男给气坏了，鼻子都气歪了，要不能想出这不上道的招吗？我受够你了，真的，我都要崩溃了。哎，我真搞不明白了，你们俩这么偷偷摸摸的有意思吗？还有完没完了？我也是为了帮他，但是我真的跟他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偶尔会有一点男人会有的想法。我现在脑子里好像注了一千 CC 泔水。你打我这一拳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啊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我们俩已经分手了，没事儿。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！我再给你重复一遍。跟你呢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关系啊，但仅此一点而已，啊，微不足道，你懂吗？微不足道。我们俩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道不同，你明白了吧？道不同。秋水，赵英男真的是一个好媳妇儿的料啊。好了，我们不提他了，好吧？我们不提他了。来，咱们聊聊善后的事儿。善谁后啊？哦，你。怎么治啊？什么时候出院啊？咱们不得聊聊吗？给我削个苹果吧。哎，哎，秋水，你跟英男真的不可能。说了吗？我们俩都分手了，你这样你明天就追他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朋友之妻不可欺。
跟你们班那个小红，可不是什么正常的同学关系吧？傻逼了吧？岂止啊！你说你这智商和情商的综合指数不低呀，那怎么连这点小儿科的把戏都没看出来呢？你呀，看出来了，我根本就没看，因为我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。说说吧，你什么打算啊？你要是想跟政委破镜重圆，那你直接就去找他。你要是脸皮薄没底气，我也可以让我们家妖刀去做做你们政委的工作。哎哎哎，歇了吧，歇了吧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野兽，冲动足以毁灭你家那点为数不多的幸福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啊，我们两个人已经毁灭了，根本用不着什么冲动了。真的毁灭了？啊，一点冲动都没有了？啊，怎么感觉你丫一点底气都没有啊？媳妇儿吵架了？哎，没有。赶紧哄哄啊！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丢了可找不着了。哎，你说说，咱俩闹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不是因为……我想通了，秋水。那你说，你说，哎，说是平时也不喝酒，怎么还倒上酒啊？你还记得大二暑假你给我写的那首诗吗？后海有树的院子，下代有宫的玉，此时此刻的云。20来岁的你，你以前不是最讨厌我写诗吗？今天这怎么了？那是我这7年以来最宝贵的回忆。7年了，咱们俩之间就好像人体的两个器官一样。比如肾，比如肺，再比如左手和右手。你今天有点太伤感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安娜，你这样别人看了别我。你别再骗自己了，秋水。我应该替你做个决定。
are not weak. That is a question. To be or not to be. That is a question. 赵云南。 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，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。通过斗争，把他们扫个干净。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尚？死了，睡着了，什么都完了。。我没死，我也睡不着。你们说的这些东西，根本就不适合我此时此刻的悲惨情景。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会怎么看，女生们会怎么看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言而无信，特别幼稚，特别白痴？